台湾新米山佛教会能够举办这有意义的活动，实在难能可贵，令人敬佩。我们全国的民众应该为台湾新米山举办这个活动表示喝彩，表示感谢。同时，台湾新米山佛教会成立的这短短的几年，它能够在获得地方上全体信徒的肯定，也获得。 佛教万能哈，具足大典纪念佛大法会。那我们要办这个法会的缘起哈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呢，宗教都是讲哈，这个哈要善行善。那我们这个行善呢，就是讲百善孝为先。好啊，这个善当然我们就是从这个祖先来开始来慎终追远哈，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让我们的子孙呢都能够哈来慎终追远，也让他们能够有固有这种忠孝的美德。 真欢喜哦！啊，来参加这个台湾西米山佛教会哦，啊，举办这个万人哦念佛祭祖哦，这个大法会哦，啊，这是真佛教这个真盛大的盛事哦，啊，伫只个这个佛教会祝福啊，让大会圆满成功。